近段时间，家庭剧都挺好正在热映，剧中的各个点都触动着很多人的心，更为剧中人物的命运揪心。3月20日，编剧史航通过微博晒出一张和都挺好苏大强、倪大红老师的截图，有网友调侃倪大红没有微博，也不帮郭京飞分担点火力。倪大红老师看到截图后发了个捂脸的表情，还回复等我5月份开始排话剧了，我就有空了，我惦记着这个事儿，到时候我就去。看到倪大红的认真劲儿，史航随即安慰倪大红，称网友在跟他开玩笑，他们都非常喜欢他，还配文表示苏大强其实是个老实人。这事儿他怎么能怪我呢？此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，倪大红老师好可爱哦，哈哈哈哈，这是倪大红老师吗？五月在帮郭京飞分担火力，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放完了吧。大红老师有点可爱，是不是可以提前欢迎倪大红开微博？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